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雪湖滑雪的频道，我是戴贝教练，我是加拿大双板滑雪教练协会的注册教练，到2020年为止已经是我所度过的第16个雪季了。在我的频道里，从如何穿戴滑雪装备到如何逐渐提高水平成长成为一名滑雪高手，我将为您奉上保姆级别的滑雪资讯。如果您现在正想开始学习滑雪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入手，或者您有困难无法解决，不知道该怎么提高自己的滑雪水平，那么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，我非常乐意和您分享我的滑雪经验，希望您所遇到的困难在我这里都可以找到答案，您会发现滑雪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。那么接下来请跟我来一起看一看今天的内容。